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招财进宝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是10万元的，有500个的招财进宝刮刮乐尾数55号，这一本的第55张了。来，这是一样，先来刮中间的大元宝，期待第55张可以中大元宝。两个相同符号，记得奖金500元。再一个，还是没有啊，真是的，一本已经刮一半了。还没中过大元宝过呢，来，接下来招财进宝，刮出3个相同金额，记得该奖金。这边感觉上招财进宝是最容易中的，来，1000、10万，你们可能中头奖，10000、5000，哎呀，这边怎么都不一样，至少来一个一样的呀，2000。5000、5000、5000、2000、10000、10000，没有。好，最后中奖机会就看这一只小牛了，小牛牛。来来来来来，第一个号码是5000，来200，5000200，然后嘞200，哦，目前有2个200了。3个200了，这张中200了啦，没错，这张该又中200了，把它刮完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来来来，又中200了，所以这张真的是200200刮刮了，超多200的啦。来看一下代码在哪里呀、啊？刮干净看看看哦， TWO 代码在这里，集中在这里哟。所以呢，这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招财进宝刮刮乐尾数55号宣告中奖，中了新台币200元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200元再加一吧，200元这边加一，好，那这次的刮刮乐就到这里喽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